有什么病啊？头痛，来，你就试刚才啊，头痛一拉，这个比较，这个舒服很多。你全部塞这里，这里有点塞住，塞住。有时候如果不管它，很容易手麻痹的，手麻痹、肾骨痛。嗯，看一下、啊，这里伤，来这里卡住，来这边伤也是很紧哦，有感觉有反应了，你看，这里硬硬的，这里也是很紧了，痛了。你看这个没事的。啊，这个伤，这个旁边伤，舒服啊？为什么这条筋来到这里？卡住啊。嗯，来卡住在这里，所以这里一伤啊，啊，这里不舒服了。好，回去吧。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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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K 了。那现在看回去那个筋啊，这个一开。好，嗯，啊，好玩呢。嗯，可是我反而比较长偏这边头疼。是啊，就是头痛，是不是在头痛是右边啊、右边影响左边的，中风也是如果左边的这里影响到这边的，这边是影响到这里，所以他哇这里痛啊，这里不舒服了，肯定颈椎有问题了。全部很痛啊，你说很久了吧？这个时常，嗯，会吐吗？不，痛到会吐吗？不会，眼睛蒙。不会，不会痛。嗯，所以他拉这里很痛啊。来，在这边到这里，这里，这里，全部是在这里压到这边的。啊，现在你的手轻松很多了哦。是咯，全部塞住，身体健康。哦，谢谢。怎么样？刚才。啊哈哈哈哈 ！So sweet 哦 ，handsome boy。What's your name？ Fabian Cuban。Ah,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Chris Leung, and thank you for Medan friends. The whole family come over here. The mother and sister, all the daughter, all same. So pretty and wonderful. So, yeah. So, care about the mom. So mother got little bit knee pain or back pain. Oh, so the whole family come. Wow, so touching. Bye bye. Love you all, guys.